各位朋友，我们做到了。我要向黄珊珊前副市长、陈时中前部长表达最高的敬意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做到了。这一场价值的胜战我们办到了。这个时刻不只是汪个人的胜利，更是每一位台北市民，你们用手中神圣的选票，让善良战胜了侧翼，让正直战胜了谎言，让民主战胜了黑箱，让光明战胜了黑暗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我要向黄珊珊前副市长、陈时中前部长表达最高的敬意。我要向他们两位致意，感谢他们在选举的过程对我许多的指教，他们是非常可敬的对手。感谢他们两位展现了民主的风范，也谢谢他们两位让这一次的选举圆满落幕。当我们欢欣迎接胜利的同时，也是我们准备迎接严肃挑战的开始。全球化下的台北没有停下来的脚步，没有办法停歇。未来我会用人为才，筹组坚实而且强大的师傅团队。我要打造一个别人有效率服务型的政府。市政的推动不只要有效率，要有成绩，也要有人情味。台北光荣的篇章今天又再翻过一页。未来我们不分蓝绿白，不分你我他，我们一起在台北共荣共好，开创逐梦，实践自我。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年纪很大，帮我照顾孩子，让我无后顾之忧，可以持续的打拼。谢谢他们。我谢谢两位姐姐在选举过程给我很多的协助。当然我要谢谢我深爱的太太芳萱，还有我的儿子德利，还有我的二宝欧丽，当然还有即将诞生的三宝，承载了很多市民朋友的祝福，我非常感动，谢谢你们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要再次的感谢每一位台北市民，我相信因为有你们，台北的未来一定会是一个没有极限不断超越的伟大城市，对不对？